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甲咱开始就是安尼嘞，甲咱支持，教人，教示人，教化人，叫咱要安尼画羊嘞，一支，好多羊，啊安尼起来，好多阴，吼，啊分做两只的阴，安尼羊，有当时啊恁吼在看人画八卦，三支伫个遐，迄个三个羊，吼三个羊，那么羊嘞，迄什么叫什么名嘞？好，我伊刷个哥哥，啊，然后呢，看三 A 都四只啦，三 A 四只啦，好，迄就是阴，迄就是阴，好，三 G 等个呢，就是阳，阳就好多乾坤的乾，好，三 G 底呢，三 G 底只呢，三 G 底只呢，好多坤，好多坤，啊，这真简单，开始教人。叫做相，很相。你看会到的，拢叫做相。看会到的，叫做相。像啦，哈，看会到像。啊，四相诶，哈，这个叫做太阳、太阴。咱人徛伫世间，哈，日头。日头或者太阳，顺阳；月亮或者太阴，顺阴。太阳、太阴啊，咱徛伫中央，徛伫中央。咱个人，咱就伫看判断太阳甲太阴诶。咱人伫判断太阳甲太阴，看阳甲阴，好，咱看善甲恶。善甲恶，那么咱是啥人？咱是啥人？咱就是太极啊！咱的心就是太极哦。咱的太极包天包海，真宽。好、哦、太，好、哦、所以太极包天包海，包无量的虚空。所以咱的心啊，就是太极。哈，太极内底咧，你去判断的哦，太阳、太阴，判断善甲恶。哈，然后然后有四象，四象，哈，四象，四象咧都分，这里太阳，哈，都在咱嘛，会使叫做阳鱼啦，嘿，阳鱼。哈，阴鱼，哈，阴的鱼，哈，阳鱼、阴鱼啊，哈，咱啊直接加分了阴鱼。过来太阳嘞，哈，一个阳，面顶个加一环，叫做太阳，哈。啊，过来太阴的，太阴啊，哈，太阴两环，阴鱼阴两个，叫做太阴。两怀的阳太阳，两怀的阴啊，或者是太阴。太阴甲太阳中间呢，要有少阳。好、哦，少阳呢，好、哦，少阳就是面顶，好、哦、阳下面一个阴。好、哦，啊，过来少阴，好、哦，面顶一个阳阴。下骹一个阳，好，下骹一个阳，一阳加一阴，叫做少阴，好，
一是这个一阴相加一阳，叫做孝阳，孝阳。好，啊，一阳之相加一阳呢，叫做太阳；一阴之相加一阴呢，叫做太阴。各位啊，这真简单，就记起来。一阳之相加一个阳呢，就太阳；一阳之相加一个阴啊，好，加一个阴就孝阴。好，一阴之相加一个阴呢，太阴；一阴之相加一个阳呢，孝阳。孝阳，好，这就四象，四种的现象就对了。好，四种的现象，啊，咱伫世间呐。往往呢，这个叫做咱人的想法，哈，咱想法，哎，我感觉足欢喜的，其中佫差一只无欢喜的，足欢喜的就是阳，足欢喜的就是太阳，一阳就欢喜。面顶如果加一个无欢喜的，哈，不高兴的。叫做孝音，叫做孝音，哈！咱若一个足无欢喜的嘞，一个足无欢喜的嘞，哈！然后嘞，咱要加一个足无欢喜，加一个欢喜的，叫做孝阳，哈！孝阳，就是讲，咱这一个想法，哦，我足欢喜的嘞，向好想，哎呦，哎，我对这人足欢喜，足迄个未歹嘞，足好个。向好想到过去啦，伊甲咱讲一句话，甲咱创啥，啊一个动作甲咱激到，咱又差一个无欢喜想到的时候，就笑音笑音，又得要踏入无欢喜的境界，或者笑音。咱假使这里，咱足欢喜的，哈，足欢喜的，这阳，这阳，哈，咱呢，这个大入，哎，这一个无欢喜的，造出来这阴嘛，阴这阳，大入无欢喜的是啊，结果嘞，我继续我直直去哩，好，到我伫这上笑阴。笑音，一煮煮啊，阳中嘞真欢喜，中间嘞一煮煮啊无欢喜的，无欢喜的，啊是咧事业足成功个嘞，逐项做啊足圆满的嘞，其中一煮煮啊无圆满的嘞，或者笑音，笑音，哈，啊是讲我今这个考试一，都逐项拢会晓，其中嘞小小一个小问题袂晓写，啊甲输去。或者笑音，一煮煮啊的音，哈、哦，这就是笑音甲笑的意思。那么笑笑阳呢？好、哦，咱都音，哈、哦，我足未顺心的，足无欢喜的，啊，中间呢，哎，我过来一个阳的，哈、哦。我作咱一个人意志，人生啊，咁意志跟真意志安尼未顺时安尼，就郁卒啦，郁卒间呢，哎，向我一刷新机后，吼，我足欢喜诶，足欢喜诶咧，过来咧，就笑阳，哟，哈，笑阳，哟，好，那么太这正阳太阳太。哦，太阴就太阳，太阴，太阳就是讲，咱人的人生啊，咱思想，咱拢对好的直去想，各项代志拢好的去想，哈、哦，拢好的去想呢，叫做啥？善解，最好的想叫恶解。对每一件代志啊，拢想歹去解，或者恶解，
哈，咱人啊，假使伫世间，咱若会当逐项拢善解啊，拢对好去想啊，我相信咱都是太阳，像太阳安尼，时时带予人欢喜，时时带予人光明，时时带予人生命，时时带予人清净、安心、幸福、光明，迄是太阳。善解人生上好过。那么太阴啊，或者恶解，对每一件代志呢，拢对歹去想，拢歹直想、直想、直想。吼、哦，你对我一下呢，我嘛讲你，你家己创头，我直直歹去想。包括人一个动作，你无食饱外，吼、哦，你家己讲食饱外，是要调整了，吼、哦，食饱外，迄个恶解。哦，所以太阴、太阳是善解，是恶解。好、哦，那么咱若有当时啊，总无欢喜的时啊，熊熊嘞，我看了两个物一个物件嘞，要该怎么办呢？要怎么办呢？啊，若看到两支欢爱门都欢喜两支怪也欢喜嘞，啊，我爱善解，我爱善解，对好的去想，人比如讲在叫我。那是哎，要花精进，吼、哦，气我耐心，气我耐心，看是不是讲我的耐心，我的智慧应付这个困境无善解。所以咱伫世间呢，生活爱活伫善解内底最幸福。咱若活伫恶解内底啊，就是太阴，太阴。你看太阴啊，咱一个老辈，愈老愈老阿婆啊。愈老呢，足侪代志会恶解。今日孙啊，是新妇是足有效的啦。啊，伊因是老阿婆呢，吼、哦、太阴就是老阿婆嘛。老阿婆呢，就足惊讲人家呢，或做囡啊、孙啊，吼对不好，甲放掉去。所以为着要引起这今日孙啊对伊的友好，搁较关心的，所以每一项代志啊，拢去恶解去啊，对歹去啊想。好，对歹去遐想，愈想嘞，愈恶解嘞，啊，愈火愈热嘞。今日孙啊，煞无人敢，愈老无人敢惹伊，无人敢插伊，无人敢关心伊，造成到尾个结果是啥？家己悲哀。好，家己嘞，这恶解真惊吓，真危险个代志啊！还有恶解、善解嘞，欢欢喜喜，咱爱善解。我老阿公啊，嘛是恶解同款意思。买恶解，哈，免得看老阿婆呢。啊，足侪老阿婆嘛是真会善解。啊，咱一个老信徒阿婆嘞，九十外岁，遐囝孙仔啦，有当些物件啦，袂记创好食，无好食嘞。啊，阿妈阿祖啊，啊，歹势，我囝袂，这看不着，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我老啊来吼，恁互我食甚济，我身体歹，食愈济嘞，身体歹，我有够多啊。嘿，遐孙仔阿伯煞唔敢讲无创个食，吼、哦，这是爱善解，好、哦，所以咱啊恶解会爱一面啊，爱去善解去行，咱的人生啊心啊才会安静，才会清净，好、哦，接着太阳甲太阴的差别，太阳在高高在上，下面的不管你做风台。啊，太阴诶，我面伫涂骹，哎呦，人会甲打着无？会甲灌水，会甲酸尿，会甲压肥，会甲创啥无？你敢若面伫涂骹，带你去玩咯？这就是恶解。啊、哦，太阳过来呢，吼、哦，咱这就是讲阳中，吼、哦，咱乌一件代志诶，伫善解中间呢，咱若参入着一挂思想消极诶、偏激诶、转了就真诶呢。那么这么这样的人咱会造成的好的效应还有一点点的烦恼咱虽然说真正快乐真正有成就真正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这是稍微一点点这个不如意的咱那个效应效应那这就是说就是效应好还是说一大堆呢，拢查甫囡仔，其中呢，差一个查甫囡仔，迄号做效应，效应，
消音嘛，救音嘛，是救音。哈，假使一大阵的拢是你，你查某囡仔呢？啊，一大阵查某囡仔是啊，音的女，哈，这是男。哈，这一大阵拢查某囡仔是啊，其中一个查甫囡仔，哈，学生啊呢，规大阵拢查甫囡仔啦，其中一个查某囡仔，或者消音。小小的一个音，好，万里丛中一点红，哈，万绿丛中啊，一点啊点啊红啊，拢青翠的中间呢，一撮红，一粒花就对啦，好，感觉足稀奇的，好，迄个消音，消音，哈，啊，那足大滴的拢查甫囡仔呢，哈，学生啊，查甫囡仔其中差两个查甫，三个查甫呢，较少的查甫，或者消阳，消阳，较少的阳。吼、哦，所以我今讲这足白话咧，甲讲各位讲这讲解这易经啊心法啊，这都咱现象的问题，咱会记哩，会记哩。哈，那比如咱一碗，一个一碗的饭，中间呢插一粒啊米呀，一条做石头啊，吼、哦，啊是一粒切啊，几粒切啊，啊豆啊，你伫内底呢，叫做啥呢？就是消音，因为咱无爱诶，无爱食诶诶物件，或者音，咱爱食诶，或者阳，或者阳，哈，迄叫做消音，哈，啊是哦，咱拢无爱食诶，中间呢，啊差一寡爱食呢，就消阳，咱降服以来，我细汉，我拢食起即寒之签啦，我食起就惊呀。细汉食金，迄番薯签啊，规碗内底、规碗内底拢番薯签啊，其中呢，规粒啊米啊，吼、哦，迄阵我毋捌易经啊，则晓得啊，迄个笑阳啦，迄个笑阳，无不必大家啥子笑阳笑音咩？吼、哦，笑阳，好、哦，这变到即摆来呢，规碗、规碗呢拢饭内底两块啊。寒枝苦嘞，寒枝签嘞，为啥？嘛是笑笑阳，因为咱遮个饭较爱食，较爱食叫寒枝，感觉稀奇啊。嘛又变笑阳，所以天地轮流转啊，天地轮流转。吼、哦，过去寒枝苦、寒枝签，食到起就惊。即摆嘞，寒枝签嘞，煞真价值，大饭店嘞，一碗寒枝签卖五十块，五十块。嘿，嘿，就又变笑呀，变又笑扬起来。好，咱欢喜的为扬，无欢喜的为阴。那么咱一个人做的状况呢？哈，一天我工作拢做对，其中一件唔对，或者消音。哈，啊，但总做唔对，其中一件对嘞，消阳，消阳。哈，这就是咱的八卦，易经八卦。哈，消音消阳啊，以咱的生活的方式就是安尼。那么咱人。咱人的身体，啥是消音呢？咱的肉、身体或者消音，哈，咱的心啊、灵魂啊，咱的灵魂、咱的心啊，或者消阳，一点光佛性、金刚宝照的自性、佛性，咱的灵魂、生命或者消阳，藏在内底，你看未到是消阳，但是。当你嘞开悟以后，各位咱开悟以后嘞，咱的灵魂、咱的生命都是顺阳，都是阳。结果咱的身体是啥？变消阴，消阴。那无开悟嘞，咱的身体为消阳，咱的身体为阳，咱的身体哦，肉体啊，身体为阳。咱的内底心内嘞，咱的心迄点灵光嘞。为所变作阴，所变作阴，咱人往往伫世间
颠倒颠倒错解，错解宇宙间的万法。哦，所以咱的身体上为阴，咱的灵魂佛性为阳。咱的那么有开悟以后，就是都正讲身体为阴，佛性为阳。咱若还未开悟，要无知，好，也是啊。咱的身体为阳，哈，看咱的佛性为阴，为阴。那么，若是咱所有一切，若有往生去十方法界众生啊，咱往生去以后，哈，咱即摆无这個身体的灵魂，哈，敢若有灵魂，无身体尔。每当有这個身体，搁伫世间行来行去，要用啥，要做啥，就做啥都有。那么各位的灵魂呢，哈，都是嘛是阳，身体为阴，为阴。若是啊，各位在恁的灵魂、灵魂世界啊，灵魂世界，执着想讲我就要过来世间，认为世间才是好的事啊，哈。啊，那么恁人各位来到世间来，身体变作阴。身体煞变作阳，甲看到这身体就是咱希望的，咱希望的为阳，哈，咱的灵魂佛性煞甲看作阴，哈，那么一说这是啥？叫做孝阳、孝阴嘛，哈，各位想讲先知识，哈，咱已经本来就生活化，哈，唔是一般所讲的。好，甲伊看作一个神秘，好，看作一个观摸未着，好，嘛毋是讲看作讲几个人的权利，已经本来就咱的生活，好，就咱生活，所以啊，这是一，这都是一，一阳日月。阳就是日，阴就是月，日月孝阳，这是日，日月就是日，为日啊。好，啊，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好，该学习的那个学习正法，爱甲心量拍开，好，心量拍开，行咱人生，相信呢，各位啊，伫即生啊。会过着非常平安、快乐、幸福、光明的人生，祝福各位。咱后节呢，下节继续，下过来讲这个八卦。八卦，当然啦，我目前只咧讲，这是简单，互各位是往神知识，会当了解，这个四象两仪的道理，太极的道理，啊，咱以后续呢，会做些。这个真妙不可言的妙法啦，还讲给各位来了解，哈，祝福各位。